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这一期节目呢，欣欣给大家带来的是锦明玩具出品的这款 ACR 杠 R 勾十。可能说有些玩家说了，你前一阵不是做了个都是勾十二了吗？怎么又做回勾十了呢？那么这一款呢，也是锦明玩具的一个新产品，它是建立在勾十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的。那我说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先开箱来看一下，开箱后什么样？好了，稍后呢，欣欣把它组装起来，我们来就来玩一下是什么样。我把它已经组装起来了。组装起来呢，从这个造型上来看呢，跟那个之前锦屏出的那款 ACR 的这个玩具啊，它还是很像的啊。但是呢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呢，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，就是这位置，它这次采用的是这么一个类似于像 AK 似的这么一个弹匣，它是弯的，感觉很特别啊，就是。主要是欣欣呢，可能也是比较喜欢 AK 这个，就是插拔这个弹匣的这个方式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是很喜欢。那么咱先说一下材质呢，材质采用的还是主流的这个尼龙混铅，拿在手里一样，这个质感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的棒。前面火帽部分呢，它采用的是一个14米2的，可以旋拧啊，旋拧可以拿下来的这个，然后呢。这个位置呢，管稍微长一点，这是供大家，我猜可能是供，厂家供这个大家去适配一些三方的这个上旋啊，去做特意留出来的这么一小点。然后这个位置，这位置可以按动，按了以后呢，将它翻起，就有一个类似于机械苗一样，后边的也有一个，这个后边的机械苗呢，可以进行一个，就是说可以把它，可以拆下来。如果你不喜欢它，可以把它拆下来。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呢，就是，它整体呢采用的也是这个分体的结构，就是说，安装的时候呢，它前段是没有开盒的时候没有安装的，是需要你把它安装，然后这边有一颗销钉把它固定住，然后上下进行分体，整个外观呢是没有螺丝，没有螺丝的，电池呢依然是放在这里。放在这里呢，然后是你要把它这样安装它，将它折叠一下，在这里这个舱门呢可以打开，打开把电池穿到里边。我现在已经把原厂附送的这个7.4的电池已经放在了这个里边，然后已经接上电了，便于一会儿我们去测试。然后后边拉按住这两边都有，就捏住它，可以进行一个向后拉伸。这个上面这个舱也能打开的，但是打开以后上面没有什么作用啊，我看是没有什么作用。这边可以进行一个拉动，拉到这，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意义啊，只是能拉动到这儿。但是这一次呢，大家通过这边来看，这边没有那个像上一代那个 ACR 一样，这边也有一个扳手啊，可以供你扳，但是只有扳手在这边，在我这个手指这个位置。然后你搬动它，它这个会回弹回去。大家看一下，我再拉动过来，卡住，然后下压它，进行一个回弹。拉动它也能看到里边这个波箱，是这样的。托儿呢，刚才我们也试验了，托儿是可以进行一个折叠的，折叠到什么位置呢？就是到这个位置，它会被卡住，它是通过底下这个轴进行卡住的，它不会动啊。当然，你要往回把它折回来的时候，需要向上提一下，把它折回来，然后卡住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我电池已经安装了，但是我们
我没有安水弹啊，因为我现在是在那个录制室嘛，所以说我没有这个安水弹。然后我现在默认呢是关闭，大家看这边，这边是没有用的，虽然你能搬，但是它没有作用啊，这是个装置，主要还是在这边。我现在默认是关闭，你是勾扳机是勾不动的。当你搬下一个这个成为冲上的话，它是单发，然后连发。对对，就是这样的，然后关闭，然后就说，就是开始说我最喜欢的部分了，那就是这个弹匣，它的这个释放跟这个M4 那种不太一样。M4 是直接往上插上，然后从这边一按，然后退出，是这样的。它是这种 AK 造型的，是通过下边这个向前扳这样的，然后上面这位置稍微有个像钩一样的勾在上面，然后向后压。我非常喜欢这个感觉啊，非常喜欢这个感觉。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弹匣。弹匣呢，它是从前面也是电波轮供电的，然后它装水弹呢是一个反向的，从这儿打开，然后倒入水弹。这款玩具呢，你是用不了这个之前的那种，就是之前的那种 AR 系的那种弹匣，它是按不了的，因为它需要后边这个卡住，需要这个后边那个卡去卡住它，就像 AK 一样。那么问题来了。就是有的玩家说了，说前两天欣欣你做的那个视频呢，有一个锦鸣12的那个七四 U， 七四 U 的那个弹匣它能不能用。哎，那个我现在呢也来试一下子，哦，现在这个玩具就放在这里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弹匣给它取出来，然后把它也取出，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。我从外观来看啊，它基本上这个位置，触点片的位置都是一样的，后边这边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呢现在就来试一试啊，现在就来试一试，看看它能不能用。哎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到底它安上以后能不能去使用呢？一会儿我得到室外进行一个测试，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。还有呢，就是大家所关心的，就是说，这种弹匣你去这么安的话，它那个里面会不会那个弹簧会不会去顶变形啊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次它采用的，大家注意看一下下边，它这个位置没有采用的是弹簧，是两个类似于像触点片一样的去接触的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里。所以说呢，你不必担心说我去这么安弹匣呢，然后把那个弹簧啊去给它卡弯，这个是不可能的啊，因为它这回采用的是这种像那个金属片的这种接触方式。然后整体呢，这把玩具呢就是这个，我们稍后呢就去到室外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室外这个玩具使用会是什么样。吸水袋是一种遇水膨胀的聚合物，它的颜色有多种，当它泡到水中以后约3到4小时会成长为这种约7到8毫米的这么一个大小。拿在手中的感觉呢，它是一种软软 QQ 的感觉，而且呢当你使劲去捏它的时候它会碎掉。在使用吸水弹玩具的时候，建议大家不要像眼部设计。拆解这款玩具呢并不复杂，想必有一定动手能力的玩家基本都能拆掉。先看一下下机匣，下机匣的下边这是用两个触点片结构的，而且里边是这样的一个构造，跟之前的 ACR 不太一样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然后呢我们分解了以后，大家来看一下三通部分也是一个特殊的，是这样的。然后电机部分，齿轮采用的都是尼龙的齿，弹簧我们来量一下，
是一个1.1的现金的弹簧，也是一个快拆。然后就来看一下这个波箱，波箱采用的都是尼龙齿的波箱。然后我们拽出来这个系统来看，推头部分基本上跟我觉得从外形来看的话，它的这个波箱跟之前也区别也不是很大，也采用波箱壳，采用的都是尼龙材质，很结实的单连发，从下边进行一个调节。这两个储点片，这两个弹簧部分并不是直接接触弹匣，而是通过这里接触这两个片进行一个导通，这样就排除掉像 AK4 弹匣往上挂弹匣，以免把它卡住。好了，这一期节目呢，欣欣给大家带来的是锦明玩具出品这个 ACR 的这个新款的这么一个玩具，我们视频就做到这里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